身边人开始找，你是不是勇哥？是啊，你耶。You make me feel so good. 我还是走国际牌票啊。陈慧明、洪锵、周真、洪晨阳、陈立、林达，你们去过三十分钟之内找出来。好，谁叫你们爱骑车兜风？好，好，所以我要吹 BB 哦。预备，哎，精彩刺激的十面埋伏大搜索再度展开了。今天的搜索地点是台北市最热闹繁华的精华地段，也就是所谓的东区的忠孝东路四段，以陈为名为首的七名逃犯就躲藏在这里的各个角落里面。三分钟之内，罗密欧能够将他们逮捕归案吗？这里就是人声鼎沸的东区，四下无人，绝对安全。兄弟姐妹们，上来啊！好了，以后不要跑那么远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恭喜大家，这次终于逃出来了。开始！大家想好自己要伪装成什么了没有？想好了，想好了。看一下，有想好的是？嗯，好。场地找好了。我已经通通勘察过，安全，绝对安全，放心了，而且一个人都没有了。所以，不要浪费时间，赶快把我们自己伪装好，不要让那两个小混蛋找到我们。说的是，好吧，好，开始伪装，坐。七名逃犯当中的任何一位，只要能在三十分钟之内躲过罗密欧的搜索，即可获得价值10000元的特选运动休闲组合。现在，少年警探罗密欧以及辣妹小警花何宇文已经进入逃犯的势力范围了。在他们即将经过的路线上，窝藏有两名逃犯。首先是帅哥李杰胜，猜猜看，他要伪装成什么呢？这样的服装海报您觉得如何呢？接着是有多次逃亡前科的甄丽，猜一下我今天要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想上次完全没有被抓到哦，而且是第一名哦。今天如果可能会被抓到，可能就这个星星画有点胖，是他说的，他说星星画的比原来都胖。白色的星星配上深蓝的底色，你会联想到什么呢？you
伪装的服饰店美国国旗呀、啊，给他打几分呢、啊？以上两名逃犯分别藏匿在地图上所标示的地方，罗密欧会发现他们吗？海报利益节省，能够平安逃过危机吗？却被罗密欧三两下就解决了。哎呀，李杰胜的无损可想而知啊！经过上次的惨痛经验，我觉得要从身边人开始找。你是不是翁哥？是哦。你的？有。另外一台的？另外一台呢？凶，运钞车，好运钞车啊！难怪那么凶，吓死了。伪装成美国国旗的真理目前已经进入罗志祥的视线之内了，他能够逃过一劫吗？
吓出一身冷汗的真理，随着罗密欧的离去，暂时得以解除被捉拿的危机了。向前搜索，在他们即将通过的路线上，我躺有两名逃犯。首先是忠贞，我是忠贞。你们今天看到这间服饰店，你们猜猜我要扮成什么样子呢？待会就知道。不要走开，马上回来，拜拜。走进服饰店换装的忠贞，到底要给大家什么样出乎意料的伪装呢？这样的服饰店女店员瞒得过罗密欧吗？接着这位是谁呢？她是薛志正的老婆，名字叫做琳达。走进珠宝店的琳达要伪装成什么呢？这么特别的相框会不会太醒目了一点呢？我们祝她好运哦。以上两名逃犯分别藏匿在地图上所标示的地方，罗密欧会发现他们吗？吃什么？吃什么？那卡地卡地是啥？卡地是喏，换这几件。干嘛呀？没有。先换卡地啦，卡地卡地。两箱的，对对对对。啊，几只鸡啊？几只鸡？没完哦。他手背有痣好不好？可以。不错哦。好，祝你生意兴隆哦。大发利是。我在你这边。可以问他门口在哪里啊？现在罗密欧正通过的这家服饰店就是忠贞伪装成女店员的藏身地点，然而罗密欧却因为一位外国美女的诱惑一时分心，没有进去搜索呀。Mexico City. We are looking for these people. We are looking for.
You make me feel so good. You?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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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 don't know. No. Okay, okay. Thank you. Thank you.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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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.我还是走国际牌比较好啊！哎，我发觉你很有外国女人缘呢。上次那个原子少女，奇怪，奇怪，奇怪。我本来在台湾啦，我明仔就出国。我们从路线的外国，我是东方人，对。他们混过去的。这两个大笨蛋，我在里面，你们是被那外国的那个魔法女友给吸引了，所以没有看到我。你们这两个猪头，大猪头，不想笑你们。错过了忠贞之后，被洋妞的热情搞得神志不清、目光呆滞的罗密欧，再度错过了一个简单的送分题呀。伪装成珠宝店橱窗的琳达，由于罗密欧还沉醉在刚才的艳遇当中，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而侥幸存活啊！这个阶段完全共辜的罗密欧，收拾起荡漾的春心，继续向前搜索。在他们即将经过的路线上，我藏有另外两名逃犯。首先是洪承阳，看到没有？我扮什么呢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不过呢，上次我简单扮了一个女装，罗密欧都找不到我，到最后才被找到。所以今天我看呐，你们加表，来找我。机警聪明的洪承阳，这一次会伪装成什么来愚弄罗密欧呢？混杂在五颜六色当中的广告立牌，存活的几率有多少呢？接着，这位威严的交通警察，他不是别人，他正是邪恶集团的首领陈维明。干什么？谁让你在这边拍的？告诉你，不要再来拍我，因为这次我要让罗密欧找不到我。赶快离开。下巴这么长的交通警察，一般民众认得出来吗？您到驾照去看一下。不用了，电话号码就。你还没认出来啊？现在认出来是吧？好，以后记得骑摩托车系安全带哈，好吧？拿走，对了，谢谢。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没有驾照对不对？有。哦，真的吗？好好好，有驾照就好，小心骑车哈。拍谁拍谁，耽误时间哈。带上镜头了哈，打个招呼打个招呼来。你还以为是客服？谢谢谢谢，小心骑车哈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没问题的。Yes， 认不出来。让两名逃犯分别藏匿在地图上所标示的地方，罗密欧会发现他们吗？快到警队了！这个白痴！心理准备，反正我就眼睛闭起来，好看不到也听不到就没事。突然之间有人让我停止呼吸，我从那边走过来看到你，是不是因为外面人很多才注意？你根本没有人在看你，根本没有人看到我。那但是那个视线焦点太醒目了。太阳逮捕，辛苦了，逮捕。到哪里？
太紧了吗？这个啊，这里呀、啊，几乎是一眼就被识破，一下子就被逮捕的洪承阳，只能够期待下一次能够有更厉害的招数啦。而就在罗密欧靠上洪承阳的同时，伪装成交通警察的陈飞明正出现在附近啊！罗密欧有机会逮捕他吗？平常是个上班族，到了夜晚，是个我就变成小偷。只逮捕到两名逃犯的罗密欧，现在开始进行反向搜索了。在反向搜索的路线上，他们又一次的错过了伪装成交通警察的陈伟明啦。不要拍我，快走快走，我们都没发现，两次都没发现，快走快走。罗密欧继续朝反方向前进，距离他们所在位置最近的逃犯就是这位刚才侥幸逃过的琳达。谁敢来啊？哎，阿师傅嘛，你在造什么孽？愿神原谅你。这样，辛苦了哦，辛苦了啊、哦！嗯，不要装了，不要装了。哎，这是谁？这听到没有？我叫马。我叫马嘞，我的叫都马嘞。咋的？站不站起来？老公呢？老公没有陪你来啊？老公发烧了，就帮他来哦。没有啊，哦，你有生，你生完小孩有生一点点，你们要那么久？你们低头了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讲了，逮捕了，逮捕了，对啊，你要被锁起来，叫你老公来救你啊！你怎么那种表情？老公要来救，好酸啊！好了，那你跟那个最贵的东西，小心一点，这些都很贵啊，小心啊！好，逮捕了。逮捕了，再见，抓到了，拜拜。
一脸茫然的琳达，似乎还不知道被逮捕的意思是什么呀。而继续反向搜索的路线上面，伪装成邮差的孔锵现身啦，几乎一模一样的装扮，而且是完全专业的配备。罗密欧会注意到这么一位平凡的邮差吗？转进服饰店里面搜索，暂时得以幸存呐、啊。这样不自然的举动，孔锵还有活命的希望吗？那我有想到。野兵哦，咱个野兵遐人吼，啊，佫是还是大块个人，啊，佮咱这演艺圈内面一个叫孔锵的迄个人吼，啊，佫矮矮啊肥肥啊啦吼，啊，你即摆上好上好啊啦吼，你要出个人，哎，明天嘞，我们要去听听他的刚刚那个来封信，看到我们就很想，啊，就迄个人啦，啊，打破脸皮的吼。看出来，你也自然容易看不出来，你也装啊！打！最像是做什么？老师，你改行了，太运气了。我已经退出演艺圈，我现在做演艺圈。哎，不行，你们节目做的不错。没有，但是还是要靠一下了哈。太快了啦！你自己太笨蛋啦！手机是不是没收紧？我还没有发完呢。让你先放。啊！你看，来，再来，这样，后背好久，后背好久，背好久，全部起身了。啊，老师，太快了，一点热。老师要，老师要，来，对，都没扣。报告谁？我才刚进来而已，我有那么不像吗？也许，也许我是巨星的命，不是大人。逃亡不到两分钟的时间，就惨遭无情的逮捕，只能说孔锵太衰了。逮捕了孔锵之后，接着罗密欧所会接近的逃犯，就是伪装成服饰店女店员的忠贞呐。刚才已经错过一次的罗密欧，这回会发现他吗？正当的人怎么可能会这东这西的呢？他脸太大啦。所以啊，我们刚刚讲得很清楚。家宝哦，各位，你好，然后警察盘问你。拍谁啊？限时60秒 ，start！
要面对镜头。你看，真是令人怀念的单元啊！你们这几集可以剪给我吗？三五个，我要啊！上次就跟你们说了。小姐，刚刚有没有我们试穿的鞋？是你鞋啊？啊，你鞋都没穿吗？你？喂！是啊是啊，讨厌，你是马基奥，讨厌，我们不能发现东西。哎，阿哥，你昂头摸啊，就我们那里开始是你的事。这些很多人会讲你辣话。你开始我们走过来，你真的是辣妹说。哎呀，正正，还在看你正哦，看你妹妹，就我们走过来就看到一颗痣在哪里。往那里啊？咋没画到那里？我爷爷以前那一颗痣长在这里的，告诉我。压力不？过来，中间那里哦。下次我一转脸。看得出来是你啊！靠起来！来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靠来，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美丽的助理，来，贺伦，他可能是你助理哦。贺伦啊，也很像哦，超像的，好不好？他比我还正。他说：“哎，这时候不能穿，那就换别的。”我叫你来，我帮你买一双。还真的好一点，好不好？继续试穿下去哈。这样怎么穿啊？不行。奶罩，我看到我还真的以为是辣妹。对不起大家，我刚刚本来可以忍住笑的，但是我看他太镇定了，所以我真的忍不住。而且我这一颗痣是很多人都知道，就是很明显的，大家都知道我这边有一颗很大的痣，所以他们刚刚走过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我，然后本来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看到这颗痣，所以而且我最近染这个剑把我头发，所以他们一定会认得出我。对不起大家。什么警察怎么可以藏我这个逃犯呢？怎么跟上级交代？上级会把你去找厕所，我告诉你。来，报你的号码出来，报告上级。表现良好，不错不错。好，饶你一命。我要报告上级。收风奇顺的多米欧现在再接再厉，继续反向搜索。在他们目前的路线上面，仅有一名逃犯，那就是伪装成美国国旗的珍妮。哈！哈！从那边的边上啊！从那边，哦，你的太好了！从那边，从那边。啊，陈慧敏嘛，不是，一模一样，再夸。陈慧敏，你再看你的脸，干嘛把胡子刮掉？所以你追追追，回影追追追，说一次，回影追追追一样，回影追追追，回影追追追，一模一样嘛，来，就是，手套，哎呀，太烂了，实在是哦，就是小胖不用心嘛，对，手套。对，对啊，你搞什么？稍微伪装一下好吗？不想这样，不想这样。好，哎，真的要这样玩吗？搞错人了，搞错人了，搞错。不是谁厉害了？是我，你刚唯一一个吗？你们亲戚关系？你不能说你长得像他。不要比我一哥帅多了，太丑了。对，好，拜拜。好，要这样抓错人就不好玩了。2127997 and let us 6297 2127 6297
1797 give us a call at Insomniac Magazine and let us promote you worldwide. 抓到！哎，怎么那么慢？哎，你上次冠军哎、欸！对啊，你上次冠军哎、欸！然后你还用 Hello Kitty 的扇子在这边扇，里面很热，怎么会啊？里面很热，哎呦！一定要给我镜头吧，控这个手，控这个手。
感觉怎么样？交通警察陈维明，由于罗密欧的行动始终着重在搜索脸部伪装的人，而忽略了以职业造型骗人耳目的部分，所以一路走来始终是徒劳无功啊。找了好一阵子之后，现在机会来了，近在事件范围里面的交通警察陈维明，罗密欧会逮捕到他吗？是不太敢盘查交通警察的关系，罗密欧再度错过了陈维明，让陈维明得以大摇大摆的逍遥法外呀、啊！又是你，给我滚，给我滚开，快点，我马上换。哇，酷哦！那往回找了，不然呢？你两个告诉我。你要进去吗？要不要？我问你。第二度的反向搜索，罗密欧会再次的通过陈维明伪装的地点，这一回他们该会发现了吧？八幺零。有也不是陈维明啊，难道罗密欧今天完成任务的大好机会就要葬送在陈维明的手里面吗？现在两个人傻头傻脑的朝反方向走去了，当然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会找到什么东西的，不过罗密欧倒是碰巧目睹了一桩老人吵架事件呐、啊。那个阿嬷跟他吵架。哦，谁是这样子？欺负了，那个是听地动山摇，你们这里呀，吃那边是不是谁？没事。我说的。我那个年轻人在那个，他趁谁趁什么混蛋的队伍来吃的了？我那地动起来了，不是吧？什么人呢？别。我走了。
走了，回家就是你全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没钱，没钱，我不下地，我不下地。干什么呀，小孩子？原本是一片好心想要劝架，没想到却被大楼警卫给赶了出来。劝你们还是专心抓人，少管闲事吧，罗密欧。哎，等一下。我必须说，虽然我爱你，但是处罚还是要处罚。天哪！哈哈哈，我多你一件。什么的刻意相，我帮你们画头红，然后你们要再互相的意，你们要去亲对方的意思。只剩下最后的十分钟了，罗密欧依然遍寻不着那唯一逍遥法外的逃犯陈伟明。现在他们冒着狂暴的雷电，顶着倾盆的大雨，再度来到了搜索终点站，而捉拿陈伟明的关键就看这一次啦。到原来的地方啊！对啊，对啊！哎，给你们卫生纸，那个鱼，给你们卫生纸，那个水槽。逼我，洛克！哎，小孩是不是你的？不是的，小孩。
罗密欧，你逮捕我！我没逮捕你，是你们逮捕我的。你们逮捕我？因为。今天获得啊，小辣椒啊，然后就给运动员表运动一六一。